后还能见到你爸爸。但是我的爸爸一旦回去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最遗憾不是离开你，是还没说出喜欢你。后座上静静的你，脑海里却是你。街灯亮起还不见你，怎么才能留住你？你是最伟大的爸爸，我有这样的爸爸，我也感到很自豪。